大家好，我常。那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比较忙，所以就有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分享了。那接下来会继续给大家分享六壬的案例，也希望大家的持续关注，我会把之前欠的给补上。今天分享的是8月26号的盘，事主是寻物找耳机啊，报数是子时这样的一个耳机。木的话，我们要先考虑一下类神啊，肾主骨生髓，其华在发，开窍于耳。那肾为水，对吧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课中啊，水的话是亥水和子水，但是子上乘朱雀啊，朱雀什么呀？朱雀是又主声音啊，所以呢也可以对应耳机之象这样的一个类神啊，我选的是子。那课中呢，子落未地，对吧？这里是未啊，未上乘白虎啊，未上乘白虎。未为阳台啊，白虎呢是实体的金属的物品，或者说白色的啊，所以呢，当时给事主说找一下阳台附近的白色的金属的物品。那未这里呢又寻丁啊，可能呢这个物品会被经常的拿动啊，这样的一个物品的周围去找一下。然后事主后来反馈说找到了，但找到的这一条耳机呢是很久之前啊一个坏掉的耳机，不是他想找的那一个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找到了啊，但又没有完全找到啊，跟他找的不一样啊。这个盘呢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盘啊，也没有说算的对或者说不对啊，只是给大家一个分享啊，感谢大家的聆听啊，我是太常，